老啊，就是变做精，你看哦，这是你的变做精。看须须哈，你看看须须。走进玉米田，几位志工忙着采收，他们都是小农陈淑如号召而来。看到大爱台报道医疗人员的辛苦，他们想要一起发挥爱心，一直在报道啊，我们医护人员这么辛苦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那我应该来送给这些医护人员，给他们打打气。其实因为疫情，陈淑如已经有一个多月无法正常上班，收入和生活都受到影响。但是他庆幸自己还有个玉米田，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因为自己工作也收入也有受限，那我能够怎么做呢？我可以再去采收玉米，把这些采收的玉米钱捐出去。他也发心，这个钱是要捐出来啊，所以我很感动。尽管能力有限，也要尽力付出，点滴爱心也能温暖社会。大爱新闻李玉莲、林思文、刘宏志，花莲报道。